做错了什么？
Thank you.
Thank you.
Oh,
搭飛機嚟咧，我哋要預早半日啊！咁啊，星期二夜晚咧，教完班咧，即刻搭
我打A3就3星時就去了機場，咁一路快，冇堵塞嘅話咧，九個字已經去到機場，咁我就我哋就11點半去到機場，咁啊嗰個第二班機就星期三嘅朝頭早8點30分，咁啊呢時咧要搭馬航啦，所以轉機啊，嚟到檳城咧差唔多係7:30，4點鐘啦已經，咁但係呢幾日都馬不停蹄啦，即係第一晚咧就去咗維紅嗰個。 學習嗰個地方啦，即係佢哋教學生嘅地方同我哋分享啦。咁第二晚即係琴晚啦，琴晚禮拜四咧，就係楊順德 師傅 同一班武林人士喺出邊嗰度咧，就食咗餐，喺呢個地方嘅喺出邊嗰度咧食咗餐。咁啊，今日咧上晝係執嘢，因為我翻嚟咧主要係執翻一啲剩低嘅一剩餘嘅物資啦，例如 DVD 啊，因為冇得賣嘅嗰啲全賣嗰啲武術嗰啲鬼嘢草落嗰啲 DVD。 另外咧，就有個三支裝手，原來喺教會，我攞埋走啦呢次。咁就係二哥嗰對八斬刀啦，送俾我嗰對八斬刀，我攞埋走啊！師傅，你啲槍佢攞啊？支槍送咗俾阿馮師傅，咁啊嗰把大刀啦，我抗日大刀俾翻阿楊順德師傅。師傅，咁就另外仲係我2013年咧去台灣咧就表演啦，嗰次就攞咗有 60-10本嗰啲雜誌啊，即係台灣省國術會佢出嘅雜誌，嗰啲武術雜誌好有份量嘅。咁啊，於是乎就攞咗呢三樣，但我稱一稱啦，差唔多都已經50幾K啦。咁啊，唯有咧剩低嗰啲，下次翻嚟再攞啦，唯有。咁啊，有啲咧我遲2日咧去阿華哥嗰個四樓嗰度啦，即係我會篩選咗啲嘢啦。有啲唔要就掉咗佢啦，送咗俾人就算啦。剩翻嗰啲真係冇得買啊，或者 即係有好有紀念價值嗰啲，我先攞。如果唔係有啲大部分都可以即係送咗俾人，或者係回收或者其他嘢啦。咁但係我覺得咧都係好感恩嘅，即係點解咧？都翻嚟咧第一件事要龍情厚意啦，無論係我嘅以往嘅徒弟或者朋友又好，或者我哋有啲武林嗰啲同道中人咧，對我都好客氣。咁我住我翻嚟又有地方住，又唔使租。 即係租酒店啊，或者去啲旅館做啦，係啊，漢中屋企咁佢有間房，我哋兩夫婦可以喺嗰度打等啦嚇。咁啊，都係嚟緊呢幾日咧，都係翻教會啦，係啊，我喺教會嗰度嚟到工作。咁啊，禮拜聽日咧就去中寧探翻班舊學同學，因為舊喺中寧我教咗5年2年嘅大極班。咁而家有另外一個師傅，都係我哋同門嚟嘅，都係大極班係嘅。咁啊，而家就係教緊阿博佢哋。 咁我聽日都係同佢打個招呼啊，傾下偈啊，吹下水咁樣啦。咁啊，下晝就揸翻阿方車擺翻低，夜晚又有得食啊，冬咧就請食飯。阿冬啊，屈整咗手嘅話，阿冬，佢有兩個仔跟我何永春啊嘛，而家都好大隻啦，嗰兩個。有一個咧就跟咗阿師傅學周家強，唔緊要啦，學咩都好啦，總係唔好學壞好啦。咁啊，其實就 奔城我喺度住咗咁耐咧，投搭尾差唔多係10年嘅時間。我第一次踏足奔城係2007年，我走嘅時候係2018年。咁啊，投搭尾咧10年嘅時間咧，都係我人生咧一個好開心嘅日子啊！不過喺奔城咧，一方面又可以認識到好多同學啦，個徒弟，咁啊佢哋肯學我肯教啦。第二就喺教會又有侍奉啦。 咁啊，第三咧就識到而家呢個當地嘅一啲武林人士，咁啊，同埋都嗰個 PJM 咧，我都係好引以為傲啊！等大家引以為傲，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唔係教大家，冇搞嗰啲咩表演啊，華哥啊，即係最多謝華哥帶隊去表演啊，話我哋啊，點會我哋表演啊？我哋中秋節上去星期三表演，開齋節又去表演啊！咁啊，林冠英首長嗰陣時認得我。 我一讀我個名啊，林炳雄，哇！佢即刻望過嚟喎，邊個啊？咧香港人攞到 PJM， 咁我覺得咧係一個榮譽嚟嘅，咁我就當呢個係咩咧？梁文正，即係我喺檳城冇犯法，政府頒個梁文正俾我，我覺得好開心嘅其實，咁啊當然啦，主要都係背後係能夠喺檳城能夠可以做一少少貢獻啦，即係所謂將我哋嘅詠春啊、太極嘅武術可以同 呢度嘅市民分享，我哋又搞過一班嗰啲女子智慧術，同呢度啲居民可以分享。咁但係嚟緊咧日子啦，我都應承過大家嘅，每一年咧至少都翻嚟一次啦，係嘛？咁啊，今年都
唔例外啦，雖然都待咗啦，都成十個月先翻嚟，但因為之前去咗外地咧，變咗咁你啱啱上工啊，冇理由即刻請假啊嘛，咁所以做滿三個月啦，試用期滿啦，咁咪過嚟呢邊行下探下大家啦。啊，咁啊，希望咧就算我走咗都好啦，大家俾心機練拳。嗱，其實咧我都咁講啊，功夫咧就每個師傅有佢嘅心得。啊，你跟我學，學我嘅嘢咯。啊，我唔喺度嘅咪學阿華哥嘅嘢啦，或者其他有一啲嘅師傅，譬如阿博跟另一個師傅學太極嘅，冇問題噶。我覺得啊，我自己而家都仲學，我而家翻去學陳式太極同埋學羅八法，跟阿黃炳光師傅。即係我第一個啟蒙老師，三十年前我就跟佢學太極，係嘛？三十年後我又翻去跟翻學太極，不過就學唔同嘅太極啦，學陳式，就學六合八法。咁啊，有機會翻嚟咧，時間長啲，我下次翻嚟可能兩個禮拜咧，我就集中有啲人咧，即係啲大家同我咧有興趣咧，我教你哋啊，即係我識嘅嘢，我將我新學嘅嘢咧教俾大家。尤其六合八法咧，喺檳城好似都未聽過有人教，啊冇人教。咁啊，如果呢個係好短嚟。它是集形意八卦太極於一身的一種的內家功夫。啊，在大陸呢當年是一個叫做吳亦輝的師傅呢就教了兩個人，一個叫陳亦仁，一個叫做梁子鵬，他兩個都落了去香港做。現在最出名就是金童，就是女友為的老公明星金童呢就是六合八法，他做代表人物，他是代表人物了。另外那個方八成都不在這裡，即是梁子鵬的徒弟方八成都已經走了。咁啊，而家金童都仲係壯年啦，都係七廿幾啦，而家都係啊咁樣。咁啊，我希望咧就功夫嘅嘢咧，對我哋咧最緊要三樣嘢：第一，身體健壯，即係你冇錢，即係你有錢都冇用，如果冇健康咧，都係零嘅啫。啊，所以我就同大家講啊，我學咗咁多年功夫咧，最大嘅低嘢就唔使點睇醫生啊。咁啊，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。當一門藝術去研究，其實佢有一啲用力嘅技巧啊，咁啊，同埋咧，將呢個功夫生活化啊，生活功夫化，咁啊，其實咧，你日常每個動作咧都可以納入功夫嗰度。咁第三咧就係交朋結友，好似我咁，我由香港嚟到呢度，一個人都唔識啊，我最早識咧就阿昌，阿光仔啦，阿光仔啦，咁啊後期就就阿二哥啊、阿國啊呢啲。啊！佢哋啊，呢啲堂弟仔咧，我就阿彪啊，同埋你後期又識呢扎啦。咁啊，再後期就後面嗰班啊，即係新咁啊，係啦，佢哋啊，嗰陣時阿大哥、二哥、三哥、四哥同埋阿肥妹仔都有一齊嚟學呢個詠春。咁我哋都係朋友嚟嘅，都係我哋覺得咧，做師傅咧就唔好蹲起個師傅款，即係大家都係平輩相稱就算啦。當然你尊重我，我係好開心啦。但我覺得咧，我同你咧係朋友，朋友可以無所不談，即係可以咧，大家彼此分享，就唔係話誒師傅喺上面就一定係高高在上。我唔興呢一套。當年葉敏落到去香港咧，佢同我哋嗰啲師叔師伯咧都係亦師亦友，佢都冇啊！佢有啲叫佢做老頑童啊嘛，因為咧葉敏好中意開玩笑啊，咁所以咧有時我覺得咧喺一個平和嘅氣氛底下咧，就唔需要介懷。你有咩你想知嘅問我，我一定話俾你聽。即係關於功夫噶啦，或者做人道理都會嘅。但係如果你其他嘢，譬如有啲你專門嘅嘢，可能我要請教翻你都唔定。啊，冇所謂啊，友誼係長存嘅，即係名利咧都係會過去。但係我覺得啦，人與人之間嗰個感情咧，一路 keep 落去咧都係好。我就好開心咧，能夠喺檳城咧識到一班徒弟啊，一班朋友啊，一班嘅弟兄姊妹啊，同埋。一班武林人士啊，到今日咧翻嚟咧都係仍然同大家咧有好嘅一個友誼啊，我覺得咁啊，將來咧即係有機會咧，我識嘅嘢咧，我都會論識教俾大家啊。我希望咧將我自己識嘅嘢咧同你分享啊，學到陳式咧同打標誌咧有好大嘅關聯，即係同呢個詠春嘅用力方法，我都係即係喺度融合緊。咁啊，當然我啱啱學陳式啊，唔會學得好叻啦，係咪先？打到個樣好叻，即係好好噶啦已經。咁但係嚟緊咧，因為阿黃炳光師傅係香港咧，三十年前咧得幾個人學陳式，佢係其中一個。咁佢係跟阿陳正雷師傅，四大金剛排第二啦，起碼除咗陳小旺就陳正雷啊咁樣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希望能夠喺佢身上咧，除咗攞陳式咧，就攞六合八法。啊，呢啲都係好嘅卷嚟。咁我希望就係、是。
因為我師傅而家不都教啊，陽式又教，陳式老教一路，老教二路，太極刀即係陽式陳式嘅太極刀，雙刀雙刀都有啊。咁另外咧就太極槍又有，我以前都冇玩過太極槍，太極劍又有啊。咁啊單劍雙劍，咁啊另外有太極散手啊，太極推手有六合八法，哇、啊！啲好多嘢，我學都學唔曬咁多。咁啊一個禮拜兩晚，佢又收好平啦。$500啫，咁啊，我就都盡量去學，次次學完啊，成身濕曬嘅，佢冇停噶，佢教拳咧，人哋啲師傅啊，你埋隻手，佢唔係帶住你一齊做，咁啊，黃師傅咧一個好嘅師傅，咁啊嚟緊咧，希望喺佢身上咧可以學多啲陳式同埋六合八法嘅一啲嘅心得啦，有機會咧翻嚟竹崗城咧，又約埋大家一齊咧打一次俾你睇，或者係教你點樣打。我希望可以即係都攞到佢嘅精要咧，能夠幫助到大家可以喺唔同嘅範疇裏面可以增長嘅知識。好啦，咁啊講啊講到呢度，咪好似演講咁樣。唔該曬大家，多謝師傅，多謝大家，即係好有好深嘅情意啊！即係我自己好感動嘅都啊，期盼啦，我哋都會繼續大家交往啊！我得閒就會翻嚟探究，係真係嘅。我有時間我就會翻嚟賓城探大家，咁希望咧大家即係都係，同埋希望下一次咧唔好咁短咯，因為好趕啊！今次真係有啲朋友仔話：，師傅幾時食飯先啊？晚晚都俾人訂曬，唯有點咧？唯有就盡量集合埋一齊食咯，係咪先？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。好啦，咁啊，師傅有冇咩同大家同我傾偈啊？講幾句。好多謝大家，因為今日我哋講開嘅時候咧，都覺得一種緣分啊嘛。因為咧透過武術咧，我哋可以識到大家啦。咁樣就透過即係武術咧，我哋又可以俾自己到去咧扶持鼓勵啦。因為我哋嚟到呢度有時好多嘢都唔識啊，咁樣啊，多謝你嘅鼓勵，特別喺食嗰度咧。好多人出去都食好嘢。等佢嘅病老啊，咩歌嚟啊？呃我人要流過。好多謝大家啦，喺呢度真係好似好開心嘅，真係翻翻嚟咧喺香港咧好緊張咁樣，真係翻翻嚟啲步伐咧開始慢翻啦，而家咁啊係啦，多謝大家。好Yeah.
坚持什么？在哪里？